当咱转台湾大停电，有诶所在电虾米来，虾米搁停，分林着诶农业物业拢有大受影响。有地农就表示讲，因为停电啊，保温系统、保温设备全爱点起，惊拄出事诶地仔囝会去寒着。啊，那西丽果菜市场诶工作人员咧搬菜时嘛，因为无电火暗摸摸，菜嘛因为无通冰，真晦气。打出事诶地仔囝，为着无地来取暖，受到三号停电影响。温林口号市地业者因为无事先准备发电机，嘛导致保温诶设备拢无通用。地农就烦恼，如果停电时间过长，恐惊造成损失。我刚好母猪在生产嘛，那小猪需要保温灯嘛。那今天晚上天气又有点蛮冷的，那你没有保温灯，小猪会失温到晒，然后死掉，这样没有造成影响。地农表示，过去因为发电机使用的频率无高，但经过几届停电，会考虑来买来备用，避免地下惊失温。至受影响的，阁有西丽果菜市场的工作人员，真侪半工间在暗所所作业，一直到三号暗时八点，电力才恢复正常。那个冷冻、冷藏的东西啊，都还要移动、啊，不方便啊。超级不方便哦。对啊，变成就是没有预期说会停电。嗯哼。那、如果有预期的话，有知道的话，我们通知客人说要早一点来啊。哈、啊、哈。经过统计，文林关三号上好。根据现在停电有12个乡镇，总共10万户。但三号下晡为着要调节电力供需，系统现在为下晡4点开始，又搁再度停电超过15万户，一直到三号暗时10点15分，才全部来恢复供电。记者吴宁报道。